2014年台湾灯会是中台湾的一项盛事，主办单位不但是展现出了马耀南投的魄力，还有丰富的灯光秀，现场的表演节目啊也是精彩可期。在灯会闭幕之前，中式新村是邀请了有1000名的萨克斯风爱好者一同到场来演奏出台湾特色的民谣，要让世界听到台湾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这首风靡华人世界的歌曲，无论是用声音唱出或是用乐器演奏，都有独特的风味。但是要有1000名乐手同时演奏，更是震撼感动人心，真感动哦。从来我不看过那么多萨克斯风演奏，远从台北、桃园、全台各地赶到南投，代表台湾四季分明的四季红也被乐手们挑中，萨克斯风浑厚的音调更能够凸显歌曲的内涵。台湾灯会不只是灯好看，每天丰富的表演节目，除了娱乐观众，也要让世界听见台湾。希望把我们在地的台湾的一个民谣的特色，借由萨克斯风，这么样有诗情跟画意的这样的一个乐器来把它吹奏出来。全国萨克斯风爱好者同聚中心新村，每年一度的盛事让大家交流，也透过音乐让台湾灯会在未来也更具有国际观、可看性，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。